吃饱下，乡村羊屯放群粉，我带大家去到北溪，认识沙米也个出群。1917年的二月初六，158沙米人已经出来，也会分布在挪威、瑞典、芬兰、屯俄罗斯境内的沙米出群，在挪威总部的 Trondheim， 盼来全世界头一百个沙米太飞，参详已经读到的也按多么个问题，按用的来解决。经过100年，沙米太飞再个在 Trondheim 来举行。也被客家天师也把握个最难得的机会，去到挪威当地，见证一个三米粗裙的司机生飞，也透过现场的观察，去了解一群同行人共用因顺应环境去迁徙的民族，在保存文化和个复兴语言方，遇到的很多么个困难同挑战。今日路线认识一群斯堪的纳维亚路亚的北欧，唯一受到国际原住民共用认可的原住民三米。记者李阿伟在台湾的土城机场，李阿伟是北纬25度，对户外温度是28度。经过25点钟，坐了4天的飞机，总共飞了超过13000公里。记者李阿来到位在挪威北部的 Lake Self， 李阿伟是北纬的70度，对户外温度。是冷下三度。北极圈是所讲的北温带、南北寒带夹界的地方，大地也对北纬65.5度。另外，日本是所讲的北极地区，对两只美食节选材软件地图，总共有8个国家，分别是美国、加拿大、俄罗斯、老本现做北欧5国的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很有病毒，三名人涉及北极地区澳洲境内唯一的原住民。从温室的记载来看，三名人提出白黑新年98年时节，对罗马帝国的历史学家 Tacitus 写书，就每年地图本看到的。两本酒馆年年万年的新年了分布的书，讲到了这群不含着非年人，就是肉草、竹树皮、水土体内等，当为沙子打裂。我射来射去，造成强壮。经过了2000年，这群北极地区游牧民族，以及大地的分布度，斯堪的纳维亚和俄罗斯的库拉半岛，其地位先发起是不限做十米。这只板块是只国家，面积比挪威的国土还发的了，范围超过38.8万平方公里的十米，从最西偏到东偏。对挪威境内有5到6万个三明人，瑞典的境内差不多2到4万三，芬兰的境内有8000个人，最东边的俄罗斯占掉2000三。不过按个数据，正系太提安算天，因为从2018年世界大战之后，是唔少进行过内通性的普查咧。作为欧洲最北边的原住民，三明人大环境就三大特征：面积东发，人东少。天时动人，大方讲，台湾土著的人口面积达平方公里有666个人，北欧5国差不多19个人。三米先发起十米，系将近达4平方公里，长就这个三米人。到达三米人先发的地方，有几冷？除了用温度来显示，实际上画面都大家看到一样，微片啪啪，造成多一些。我从那种两线套的路，至少要行25公里，这么多到从路线那种树草的斜坡个地图是偏少，我路线要只下发的位所，本车坐得里头。十米对冷天的季节，零下30度之内都算是常态，而到零下50度尚算极端。所以，你们三米人根本几多度的季节，佮你掌握回答数字，根本连负那只事都唔爱讲。是上海一年平常每跳跳讲近30度强壮，对安个状况下，三明人只天然环境，产生的了其他族群多么强壮的发展。There are more than 200 ways to describe how the snow is. Well, for the reindeer herders, it's easier for them to tell how the way is. If it's soft, if it's wet snow, if it's dry snow, it describes many things on how easy it is to go on the snow. 是按艰难的生活环境，草原的三明人冬天皮的落雪方式，
日本外界很难佩服，而且近排最近中国释放近年的粗拳，为到系壮队罗祖公先发了两粒土提弹，付出了几台大病，日系就咁样，很难达顶外界轻易被去了解几条。下个新闻反拳分向全年，对挪威北部卡罗沙克采访报道。